大家好，我是曼曼，今天也谢谢你点开我的影片。因为难得回来台湾，今天起得特别早，想要去吃早餐。真的觉得台湾是早餐天堂，各式各样的中西式早餐都有，不仅选择性丰富，种类又很多元，而且光是一条街途中就有好几家店。在疫情爆发之前，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没有走到这里来，现在发现周围也多了好多早午餐店，很热闹。台湾真的好方便，铜板美食小吃无所不在，周遭附近也都发展得很快，很多地方也都开始施工，努力盖着捷运，久久回来一次，桃园真的改变很多。绕了一大圈，想要走走看有没有熟悉的店家、熟悉的味道，但是周围的早餐店几乎都不是以前的店了。终于找到一家有点熟悉却又陌生的麦斯汉堡。虽然店家的外观改变了，但是很开心可以撑过疫情，持续营业着。店内的空间还有座位也都变得很干净很舒适，好像来到咖啡厅一样。好怀念这一种密密麻麻有选择障碍的菜单，选项多到点个单像学车在写考卷一样。太久没有吃到这种传统早餐了，真的会犹豫超久，每一种都很想吃，价钱感觉也没有涨太多，应该还可以。蘑菇面加蛋吗，妹妹？那帮我加个蛋。好，蘑菇面加蛋，萝卜糕加蛋吗？不用。好嘞，加一个鲔鱼蛋饼，一杯小冰奶就安呢，150。好，谢谢。现在居然还有这一种附玩具的牛奶。以前国小的时候每天都会买一瓶，好怀念。还记得以前说到早餐店，印象都是像美而美那一种的红色招牌，店内也是全开放式空间，点单之后还可以现场看到餐点的制作过程，每一次都不自觉的看着店员熟练的制作着每一种餐点，然后再心甘情愿的去学校上课。这附近的店家真的都变得太时尚了，已经看不到我回忆中的那种早餐店了。隔了这一些年，发现自己很像是一个脱离时空的老人。虽然说店家的氛围不一样了，但是在吃第一口的时候，以前在台湾的生活回忆瞬间涌上心头，就是这个味道，满满的感动，好好吃。都不知道原来这么久没有回来，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都会这么的有感触。谢谢。还有以前吃早餐最常吃的就是鲔鱼蛋饼，每一次不知道要点什么的时候都会直接点这个，就连个普普通通的酱油糕都成为了我心心念念的味道。在日本吃早餐的时候，要么不是在家里吃，不然就是到麦当劳或是便利商店那样简单的吃一下。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又丰富的台湾早餐。这一种表层微微香酥，内层 Q 软的萝卜糕，现在一份居然要30元，这些真的都是从小吃到大的国民早餐。过了一个疫情，世界变了，生活也改变了。原本每年都简单轻松的买了机票就直接飞回台湾，没想到这一次一隔竟然就隔了4年，才又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。突然想起6年前抱着一种挑战的心态离开了生活已久的舒适圈，
踏上了未知的旅程，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，探索着自己的未来，尝试着面对各种迎面而来的挑战。曾经连日文都讲不好的我，转眼间已经过了六年，也已经习惯日本的步调，体验着日本的四季还有文化，享受着日本的一切。但是从来没有忘记过，台湾是我的家乡，我在这里长大。而现在我也可以用着很流利的日文，告诉在日本遇到的日本人，台湾是一个去一次就会爱上，很棒的国家。吃完早餐后，跟着妈妈一起来到菜市场买菜。周末的市场比平日还要更有朝气，很热闹。超级爱逛台湾的菜市场，摊贩很多，每天也都会卖不同的东西，很热闹又很好逛。在这里除了可以买菜以外，其他也还有很多衣服的摊贩、五金杂货，还有各种隐藏的美食小吃。比较起来，日本一般的市场就真的只是买菜以及海鲜鱼肉类，逛起来没有那么的多元。在市场里也常常会看到这种超便宜铜板价的生活杂货，店内的商品从30元到100元不等，便宜又大碗，超好买。还好日本都没有卖得这么便宜，不然我家的厨房可能早就已经爆掉了。早安。在市场内除了餐饮小吃店以外，还可以买到各种新鲜的熟食，而且几乎都看起来很好吃，觉得很羡慕。路上还经过这一间三峡老街的麻吉摊贩，他们家都是现点现做现包的，生意好到手都没有停过，有四种口味可以选择。这一家的麻吉很好吃。走在这一条充满回忆的街道上，听着周围的店家有活力的叫卖声，享受着眼前的美食扑鼻而来的香味，体验着这一种满满人潮浓厚的在地台湾感。或许真的是因为太久没有回来了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。话说大家都说台湾的菜价这几年涨了不少，真的仔细看看后，以前一把10元20元就可以买到的青菜，现在有好多都要30元起跳。虽然都是还可以接受的价钱，但是近几年的涨价真的幅度很大。也难怪有很多朋友会说日本的超市菜价很便宜。我好后悔这一次没有吃到卤味，好想吃百叶豆腐。160。台湾不仅是美食天堂，也是水果天堂，看过去又大颗又便宜。到了快要中午的时间，人潮变得超多。这时候应该是因为有很多摊贩都要慢慢收摊了，所以有很多东西都会便宜卖。也好羡慕台湾可以吃到满满不同种类的火锅料，而且这里一斤才只要20元，大家疯狂的装，种类真的很多。这次一辉如果可以一起来的话，本来想说要带他来看看台湾的传统市场，也因为文化还有环境的不同，在日本的肉摊不会像这样子开放式的让客人挑选，也不会把每一块肉都像这样子挂得满满的，
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的话，看到应该都会蛮惊讶的。其实我隔了这么久才回来，自己也很不习惯可以这样子看到完整的猪脚。这也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特色。要吃哪一间？中午想要吃菜市场内的面摊，这一间店也是从小吃到大，到现在都还有营业者，真的超感谢。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油面比日本的拉面好吃多了，还有卤蛋、卤豆干，每一道都是超经典的小菜。最后买个豆花当甜点回家吃。那你点怎样？都随便的，看你要你喜欢什么。那个可以吗？芋圆。芋圆。嗯，绿豆。芋头。现在日本最流行的台湾甜点，除了蒸奶以外，再来应该就是豆花了。很多地方都已经可以买到了。最近很贵哦。现在很便宜，现在有时都19块、20块。现在没办法。旁边的阿姨说，现在连芭乐都好贵，好贵、哦，物价不断上涨，生活真的很辛苦。我讲啊，你也无买衫，啊1000块无去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，这一次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